雄。迄当时发出部队镇压命令的高雄要塞司令部，就是伫个即个所在。1947年，二一八事件发生开始，3月初3，高雄市区渐渐有事故发生。3月初5，治安甲社会秩序有恶化的情形下，咱高雄市组成二一八事件处理委员会，以参议会议长黑春克先生担任主任委员。3月初5迄一天，因为军队有射炮，民众非常的惊吓，所以由市长黄仲都、局长黑春克，啊，甲军长的领袖杜光明、范昌阳、詹宏明等人，摕到民间所提出的和平条款，希望会当上山甲高雄要塞司令部批评级来谈判，但批评级请伊转去，因为伊希望过当讲3月初6，因较阁上山。伫这个时阵，批评级已经认定这场的民众事件是叛变，是叛乱，必须武力解决，所以这是咧故意拖长时间所设的圈套，甲所设的陷阱。现在有市长黄仲都、局长裴清科，也带着谈判的代表林界、杜光明、詹宏明、范清扬、李福秀七个人上山，啊，进入伫这个所在要塞司令部，因为就早就有无。啊！因无偌多光明先生诈请，变来行刺。10点左右，这七个人当场就受了，无落山。然后要塞司令部就派兵发动军事镇压，部队分三路，有两路向市政府来攻击，前往高雄中学的镇压。因为处理委员会的人要搁咧等待这个代表谈判的结果。所以真侪人中昼都无倒去厝里食饭，大家完全无警觉甲封闭，所以有真侪人伫市政府的所在，互军队开枪杀害。